四至六节习题第十一题哈，习题第十一题被积分函数呢是根号 s 平方减 4s 分之一，根号 s 平方减 4s 分之一，这个乍看之下看不出是三角代换，好，看不出是三角代换，但是我们给它配方一下，你就知道是三角代换的。我们的被积分函数呢，里面呢是 s 平方减 4s， 给它配方变成 s 减二，哈，这个平方 a 平方呢是这一个，减掉两倍 ab 是这一个。那你加了 b 平方4要减掉 b 平方要4，所以这很明显的是我们的这个根号 u 平方减 a 平方的形式， u 平方减 a 平方的形式，这是三角上的第三类型。现在我们 u 呢多少， u 呢是 s 减 2， a 呢多少， a 呢会等于2、啊、所以我们要令 u 呢等于 a、啊、a 呢过来是 secθ，好，所以后面再往下做。所以第一个你这个要会令，好，你令 s 等于两倍的 secθ 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令 s 减二等于两倍的 secθ。好，我们继续看它的 solution。好，所以先给它配方，好，先给它配方，好，这个东西呢是配成这一个，好，所以很明显的，我们 u 呢是 s 减二 ，a 呢是二，所以要令 u 呢等于 a， 好 ，a secθ。这个三角代换的第三类型，令 u 呢等于 a secθ，然后根号给它处理，好，根号给它处理，好，则微分 ds 呢等于两倍的 secθ tan θ dθ， 好，两倍微分，这两倍微分，负的微分是零，好 ，s 的微分是 dx， 那两倍照抄 ，sec 的导函数是 sec 乘 tan， 那微分呢补一个 dθ， 好，微分补一个 dθ， 那再处理根号，啊，再处理根号，根号里面的东西，好。这个根号 s 平方减 4s， 我们刚才配方呢是配成这一个，好，配成这个。那 a 减二的平方 ，a 减二平方是 a 减二的平方是刚好是 a 减二平方刚好是这个平方，四倍的 secθ 平方，啊，四倍的 secθ 平方，啊，那这个已经省了一个步骤了哈，省了一个步骤。这东西呢会等于，好，会等于，这是四倍的 secθ 的平方，四倍的 secθ 平方减掉四照抄，啊，然后呢再把4提出来，啊。把4提出来，这边呢是 secθ 西塔平方再减掉一，好，那这个4提到外面是变成2，变成2，好，那这个是照抄过来 secθ 平方减一呢是 tan 减平方，是 tan 减平方，因为一加 tan 减平方呢，一加 tan 减平方呢等于 secθ 平方，好，等于 secθ 平方，好，所以 tan 减平方呢等于 secθ 平方， secθ 平方减一呢等于 tan 减平方，好， secθ 平方减一呢等于 tan 减平方，那去根号会变成绝对值，去根号呢变成两倍 tan 减绝对值，两倍 tan 减绝对值。那因为西塔呢是落在一三象限，好、啊，落在一三象限，好、啊，所以呢绝对值直接拆掉，好、啊、，tan 减是正的，绝对值直接拆掉，这里两倍的 tan 减西塔，好、啊，两倍的 tan 减西塔，好、啊，那带回去，所以原式会等于，原式会等于，你看一下，啊，这个根号已经处理完了，根号呢处理在这里两倍的 tan 减。两倍的 tan 减过来 ，ds 好 ，ds 在哪里？好 ，ds 在这里 ，ds 在这里是两倍的 secθ tan 减，两倍的 secθ tan 减，好 dθ， 好 dθ， 然后二消掉，二消掉 ，tan 减再消掉 ，tan 减再消掉，这会变成 secθ， 好，会变成 secθ 西塔 dθ。那 secθ 的积分要把它背下来，这常常出现哦，是内切六个 secθ 加 tan 减，内切六个 secθ 再加 tan 减。好，填减，那再加 c， 那题目是 x， 所以你要变回原来的变数 x， 好，要做简单的，好，简单的这个三角形，好，我们只要做正对角就可以，哈，只要做正对角就可以西塔，啊，那你看一下，啊 ，s 减二等于两倍的 secθ 西塔，所以 secθ 西塔呢要等于二分之 x 减二，那又会等于 secθ 是谁的导数 ？secθ 呢 ？secθ 呢是 cos 的导数 ，cos 的导数。好 ，cos 导数。换句话说 ，cos 西塔会等于 x 减二 ，x 减二分之二。所以 cos 呢是斜边分之啊邻边是二。那用毕氏定理，这边呢一定是我们的这个东西，一定是 s 平方减掉 4x， 好，减掉 4x， 再带回去就可以了。second 哈、啊，这个呢是这个就这个二分之 h 减二，所以再带过来是 natural log， 这是二分之。s 减二，再加上 tan 减是二分之根号 s 平方减 4x， 啊，减 4x，s 平方减 4x，
啊，节点子再加一个 C 啊，再加个 C plus。那等一下处理啊，这个 nature log 那减 nature log 可以把它挪到那个常数里面啊。所以整理以后变成 second 的积分，那 second 的积分是呢是 nature log second 加 10减啊，然后呢就这个减图啊，我们只要画第一象限啊，那 second 呢是二分之一减二，10减呢是二分之根号 S 平减四啊，然后呢利用对数的性质啊，利用对数的性质哈。这个东西呢会等于 nature log s 减二再加上根号再加上根号 s 平方减 4x 啊，减 4x 啊，然后呢再减掉 nature log 二再加 c plus 再加 c plus， 那我们令这个东西呢等于 c 就好了，令这个东西等于 c 就好了，就会浓缩啊，所以答案是这一个啊，答案是这一个啊，这个注明一下 c 呢是等于 c plus 减掉 nature log 二啊，简单的九个，好，之后再给他答案呢，给他浓缩，好，浓缩，好，那最后面呢写个答案，啊，最后面呢写个答案，啊，写个答案，啊，被积这个不定积分呢会等于这个东西，啊，这答案就比较精简的，啊，答案就比较精简的，啊，这个呢是我们46节的习题第11题。